我也是撞阿贵，吸不到尾流。哎哎，上去，再倒一个。 这手感是不是有点撞不赢啊？这边有点远，路太，这不太到呢。二三四吧？吗？有吗？一二有吗？ 看到人了，伤啊！机会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哎呀！哎，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意外撞。有二二。 哦过过过二三，有事吗？二三武器也赢，二三武器也赢，不要掉就好。有吗？贵有吗？贵啊！贵啊！贵！哭啊！哇！关停！放枪了，这有点失利耶。当然了，你是摩托车哎。哦，这骑马那么快啊！ 有改吗？不是吧，我有改啊，最好是改起跑啦。<笑>改起跑。其实我一直觉得手游真的那个爆发速度的时候都觉得很奇怪，有时候是累一个，有时候是尾。当玩超不习惯，我还没有办法适应它那个尾流的速度。我现在也不习惯了。 没有一次习惯。
啊，完蛋！哦，烟，很挤很挤。这样子会满吗？不会。啊，他要判定不会满。好多白在里甩会不会爆炸？会吧。哇，吸不到尾流，被拉开了。我来，我来。下台，我都把黏在一起。卡了，卡了，卡卡。哦哦，哎，卡完。哇。尾流控制，不，抢二抢二，抢二抢二！哎靠！不要死啊死啊死！哎、欸，是谁死啊？我哇哇哇！我以为是他们死、欸，没事没事，我还可以再上一个。滑出去应该是可以的。二三五，哎，赢了赢了。哦，还好，极限差点被超哎、欸。看挺直接狙。不是啊，那个机车 U 弯有点灵敏，太大力了。对啊，我到现在很不习惯啊，他那个凹进去的角度超级快了。刚换，要熟悉一下。我刚左边的弯就撞了，啊，这还是比较没那么滑的车。手感上有点奇怪。OK， 我要开起来蛮帅的，三杠。哇！哦、我今天按氮气都按慢了，好奇怪啊、哦！我并没有按到啊。哎，好正规哦，这手感。如果喜欢正规车的手感的玩家，就可以用这台玩玩看。但我的手感现在有点怪怪的。大概42吧。把它撞了一下。